安装轮子，直接插入即可。二、安装气杆，直接插入即可。三、安装托盘，6×18螺丝四颗。螺丝安装要点：先对准孔位倾旋，然后逐一拧紧。四、安放坐垫，将托盘原孔位直接插入气杆即可。五、安装背杆，6×25螺丝两颗，6×40螺丝一颗。六、安放靠背，直接将背杆下端插入托盘上方空位即可。七、安装扶手，8×35螺丝四颗，对准靠背和坐垫眼位。八、安放头枕和腰枕，书包扣直接扣上即可。安装完成。